徐天佑，上黑板。你们知道徐天佑考了多少分吗？我不知道你每天在干什么。他考了97分。走过好，有没有很意外？老师也特别意外，为什么他进步那么大呀？他努力了，对不对？有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。最近他上课都非常认真，作业也都按时交了，有对不对？所以你有什么感受？以后要干嘛？好好学习。你看他都激动的哭了，再次掌声送给他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决定给徐天佑，不仅有大鸡腿加10分，有没有意见？